套呢，品牌 lookbook 它自己拍的这个风格就比较甜美挂，它就是整个这一套千鸟格的套装的组合，然后再加一个有荷叶边的衬衫在里面。像这个穿搭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比较温柔一点。那它其实比较适合我们亚洲女生，就是如果气场不是很强，走的是比较甜美温婉的路线的话，是完全长相和我平时穿衣的风格来说有一点太柔和了，所以我会比较喜欢酷感一点的。那我这里就有把它改造成两套不同的 look。那首先第一套呢，就也是整个这个千鸟格的套装，但是我把它搭成了 Chanel 修长的这个样子，然后我是以2021年秋冬的秀场风格为穿搭灵感。那它这一套穿搭的重点其实也是在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秀场穿搭是一样的，就是它的配饰是非常重要的，项链什么的它做的比较大，然后搭配在中间。这一套除了配饰之外，最重要的呢就是我的靴子和大衣，因为我参考的其实是两个 look 的结合版本。它像本身格子的这一套呢，它是裤装，它就裤子呢就相当于这种比较长的半裙来说就已经有了一个裤感了。我是一个这种中长的裙装，所以靴子我就会选一个比较硬挺的这种西部靴，就是它不是这种柔和的法式